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巨北海道昆布国头份店。我们今天特别来呢，是因为头份店呢特别改了，就是他们的经营的模式，就是吃饭消费的模式。它是现在只有全台只有三间，就是改成是部分是自助吧吃到饱，没错，就是野菜，还有甜点，还有饮料。还有酱料的部分，对，酱料的部分都是让我们自己做食的。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现在我旁边厉害的海陆大餐，厉害。然后还有他们现在很特别的牛肉瀑布，肉瀑的部分，下面是安格斯牛肉，上面是雪花牛肉，上面搭配干冰，看起来非常气派，非常壮观。然后他现在也多了一些不同的锅物，就是不同口味的锅物。对，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有，它有辣的牛奶锅。对，这蛮特别的。我今天点的汤底是那个札幌牛奶锅跟昆布锅。对，哎，这个牛奶锅是不是部分是不是会有个熊？对，是他之后再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等一下问他。好、哦，OK， 那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自助吧配料区那些有什么不一样，走吧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它的主食区，有饭啊，有面的部分，面的话都可以自己拿，乌龙面、昆布乌龙面，还有拉面。哦，然后饭的话，基本白饭是一定会有，哦，白饭是一定会有。它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是，对，然后它这次新增的一个饭是它的野菇饭，松露风野菇奶油炊饭，那个香菇的味道非常重啊，喜欢吃香菇的人当然是一定要来尝试一下。这边有一个牛肉寿喜烧的酱，可以做搭配，哦，牛肉寿喜烧。可以淋在饭上，淋在面上都可以，面自己煮完来蘸这个也是非常 OK。野菜区，对，对啊，野菜区，那个香得多一样，那雾气打出来看起来非常的梦幻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烟感觉非常梦幻，那个干冰弄下来，然后选项也非常多，跟以前就不一样，以前就是给你一个菜盘，那现在的话就是自己夹，想吃多少菜就吃多少菜，你不想吃菜就不要来夹，吃多少夹，吃多少夹多少，非常多。非常多的选项可以做选择，上面很绿，下面很白，跟一般我们看到的白菜非常的不一样。这奶油白菜，我还没看过别的地方有奶油白菜。菜的种类五种，对。这边的话就是它的饮料区，哦，有黑豆奶茶，我也没看过黑豆奶茶，可能别的地方有啦。不过我觉得他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应该对他们是有一个，他们应该是有个特殊的配方。特殊的调法，蛮特别的。然后饮料机很多，正常的饮料机，梅子醋、哈密瓜、冰沙，给你解解腻。吃太腻的话，拿来加一点，可以让你吃更多。其实我觉得它饮料的那个选项算蛮多的，饮料算是多了。这边有咖啡机，然后还有甜点的部分。甜点部分我觉得选项很多，我觉得蛮猛的。日式绝饼、珍珠、巧克力酥片跟蜜红豆。那这边的话也可以装冰。双麒麟机也可以做使用。我觉得在主食汤头、主食到甜点的部分都非常的完整，对，值得一试啊。在稍微中场休息一下，对，稍微来讲一下。因为它这个肉呢，我觉得我点的肉安格斯跟雪花牛，觉得非常新鲜，然后安格斯特别好吃，肉的品质，对，肉的品质不错啦。我觉得唯一一个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的汤没有这么，就是我们点的牛奶锅，我觉得没有这么的香浓，对，味道上比较稍微淡了一点，对，比较淡，麻辣部分也是一样，对，麻辣我刚刚也试试了一下他们的麻辣。对，也是蛮淡的，稍微有点可惜，对，比较可惜，稍微。那你觉得海鲜的部分呢？海鲜部分我觉得不错，也是新鲜。对，鱼的部分，刚才吃的鱼嘛，还有套秋嘛。那鱼的部分，虾子还没动到啦。不过现在目前来讲，现在海鲜部分，我觉得我给的分数是蛮高的。我们的口味上，我觉得需要再稍微加重一点。我们会觉得有点太淡。对。以
上。好，那因为他现在就是用餐时间只有90分钟，没错，我们要继续把它加速了，还有停电。别的人还在赶工，你看有小孩子这样辛苦啊。对，那我就先来品尝一下甜点，就是北海道牛奶双起，然后配上那个巧克力酥片，再淋上巧克力酱，完美。很浓，很好吃，我觉得甜点不错。它还有抹茶口味的，然后它建议搭配是抹茶加牛奶，然后你再去弄这两个配料，它上面有一个建议的搭配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整体吃下来呢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新鲜，然后气氛也很好，就是用餐环境很好。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